大哥问你生日快乐行吗？不知道，什么快乐行吗？这个眼神，马上就要唱出来了。太可爱了吧！是你的歌吗？不是、啊。你以为的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实际上的快乐星球是按摩椅，当你繁忙了一天累得不行时，按摩椅便是最快乐的地方。因为它可以检测我们身体的疲劳情况，量身定制按摩的程序，而且它可以瞬间释放疲劳，不管你是刚刚下班还是运动完之后放松，身心极其舒畅，任何时候的疲劳都可以有这样的按摩机器人帮你舒适一下。尤其适合咱们努力的新时代打工人。高嘉华的按摩椅，哇，这按摩椅好舒服啊，真的是从头按到脚。小佳小佳，帮按一下腰椎，消除疲劳，工作起来事半功倍。快乐星球，快乐星球，快乐星球。两面挑战用锅底垫乒乓球，得知最近一对之间的漏着。好，行行行行，第五个给各位留一个。看这一个，你等下先选就可以了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啊、那不一定，真的。那你就这么垫，如果垫不上的话就算失败。好，来来来来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。还有什么造型是我们新星子不能驾驭的？我想借春天的光拥抱你，借夏天的风贴近你，想借秋天的夜冬天的雪提醒你未来可期，想借清晨的晴陪伴你，借淹没的冬去叮你，跟四季更替迈过距离，我来还给你每个消息。想 get 同款造型吗？打开手机淘宝，点击小相机就可以拍下新星子的美图找同款了。对了，搜图也特别方便，打开手机相册选择你喜欢的虞书欣美照就可以秒找同款，用淘宝拍照明星同款秒找到。今晚新星子在天猫616开心夜又会尝试什么样的造型呢？家长就是要做个好的榜样，最开始是哥哥们先示范，弟弟们学的还比较生疏，接着还是哥哥们先示范，但回头发现有些人一反常，然后现在就由我们来教哥哥吧。男团队长真的很忙，当 R1SE 接受采访时，队长自己杠杠的。当轮到陈立农讲话时，当时代少年团接受采访时，跟着我做右手一个慢动作。而当队长不在旁边时，下一段是灿烈的部分。相爱相杀还得看蜜桃。当蜜桃团被吊起来，跟男生睡觉这个特别像那种吊床哈、啊，吊床还戴着眼罩，真的可以睡觉。杨幂，你就嘚瑟吧，你一摘眼罩，你不玩这个东西。我旁边只有一个愚蠢的你。当杨幂没办法吹到蜡烛，我来帮你一把，好吧？你怎么帮我呢？来，你过来，你往我这边。一、二。再见了吗？转圈圈。OK， 好，不要再转了，不要再转了，我一直在转。只有一个愚蠢的你。今天吴亦凡在立白白在音乐盛典演唱了破晓和二十 FM 翱翔秀的舞台，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翱翔的舞台吧。陪伴着你翱翔，落脚踩在脚下，不必胆怯害怕。其实这首歌承载着美好的祝福，因为现在的这个现实的这种社会方面的一些情况啊，包括疫情啊各方面，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能够用音乐给大家带来力量的话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大家好，我是立白品牌代言人吴亦凡，天然除菌洁净，立白搞定。玩游戏还是你们在行，但对手是玩战士。让我们放大看看。当队友是再去归时 Round 2